掌声鼓励，感谢各位的欣赏。今天唱出这么优美的歌声，给大家欣赏，算是讲啊，今天大家福气。平时啊呢，我也是无随便唱这款好听的歌。今天呢，因为来到这个三立，而且是低歌量啊的歌厅秀来的，所以呢，我是安尼特别来表演一下哈。你要讲这话进前啊，卖的确低歌量啊，煞讲出来。哦，是安尼。你高粱啊，讲话袂遮臭屁的人，你感觉？这是对咱这个节目的捧场。啊，无伊奈讲，今仔日会当大家听到这优美的歌声，这是大家福气。这即摆是啊，无欢喜哦，无欢喜，无办拄爱落去算掉安尼，莫唱嘛不要紧的。我无一定安尼接受，你安尼都不正规说，对不对？我是对不对？我是三车四车才来，我唔随便来的。安尼都正规说。歌星即落口气的呢？这个人甲一般无同款。这贵是这？退上姓丁，退上是伫掠人迄个，不是啦，那个啥物掠人，迄是五虎啊，甲这个无同款。哦，这个叫退上，啊，较大牌来，这我也毋捌听到这种的安尼。不，这毋是用大牌两字形容的啊。讲大牌就变恶心了，我的人家会讲家己大牌，这个就恶心啊。我算巨星啦，巨星你知无？我若讲英语给你听无啦 ，Star，You know，Superstar， 讲台湾话看你听无？我是唔敢讲英文呢。巨星，这算牙机啊！你巨变去巨，巨星，你这么是搞不叫什么？小何，抖音，哟，这小何啊，啊，林北唔大林吗？你是叫我来被他侮辱的吗？不是不是，这个误会完全误会。你的形容跟他低歌情啊，形容屌的。你这么是别搞，那我卖了，我请假，我来假，是讲贪点，贪点也不贪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无贪点，你无贪点。有出了车狗屎，伊用碳几碗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是安尼的。伊那无，不是不是，小好来了。那是讲不喜欢访问我，我嘛无需要人访问。那讲在国内来讲探听看麦。主持人我嘛是鼎鼎有名，我那讲第二嘛无人敢讲第一。对不对？要问要问问，唔问卖问，对不对？我的人会当家己讲三点钟，搁唱二十几地歌，也无人敢讲安怎。这社会书，林北感觉这种人奈袂掉钱，我就感觉奇怪。就是林北，你咩呢？伊唔是讲袂掉钱，伊拢穿防弹衣啦，对不对？穿防弹衣，真讲无掉钱，这种人嘛会掉登高楼较济咧。可能安尼呢？这是安尼。哦，这算讲你含伊较熟就对啦。伊的这个来历，我今嘛稍微讲一下。伊也是主持，也是歌星，也能做曲，也能做歌，佫是导演。哦，你真奇怪，含这款我这行情你也唔知影，你低歌量啊？哦，讲我红我嘛有限。我唔是低歌量，啊你唔是啊？我就是安尼看，我两个低，真期待。就是安尼，哎，后门瓜子食薰安尼食无得嘛？不是，因为安伊，啊无即卖意思卖食，用土啊。不是你这，主持实在，你到底是啥物历史？恁别搞这样子，那要唔知影哈？你直叫我都无叫伊是啥意思安尼？我叫你的意思，我怕你出卡手，我知你脾气不好。你的意思，你不怕我有精神？不是，我不知怎么有精神。啊，穿来恁爸都无甲配啊，我咧惊人精，我就棒棒点点放互枪支捅过啊，我看我这个提示，我靠，这样子要你惊什么话？我问你。对啦。我第二个人啊，我讲坦白，恁爸啥物都唔惊。我想叫人来讨钱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说林北是什么？林北是什么人？林北的低哥两个老伯，叫林北，你把你。哦，那恁老伯跟我就无关系了。那林北是我还是你，俺都不用诶。啊。我你太勇敢。你讲你的历史，我听，让恁北惊到，安尼看卖。我们是同一国的。
咱同国个，咱唔免一定爱甲伊讲。啊，我唔偏向迄国个。我咧同国，你话叫边种先讲？阮两个会当来访问你，是阮两个公营，对不对？普通时也要访问政治啊，平常时也是咱徛咧问啊。诶，你安尼，你即马讲得真好，我感觉你根本就是舒服嘛，因那是你是你舒服咧，你比较好讲话嘛。这东西较早伊教我讲个，开。喂哦，你音量啊真顺哈！啊，你好啊，开好啊！是不是？我是讲啊，访问你，将会当徛咧家咧讲问讲话，一定是阮的公演啊。平常心讲，访问我啦。比如讲，咱咧访问歌星，咱一定要有主持，要有一个原则。我较早出道时呢，那真在拄到一个我比我较大牌，我就主动退后三步个访问。正经有影。人讲伊即马国内电视界综艺节目所有大牌主持人。大家拢了解，我唔是臭大点。那论讲恁即马两个要访问我，应该讲徛喺便所遐访问。你若无呢，都爱用小碎步，离我后面五步站在那边，吼、哦，甲我徛咧访问。那拄到这日，两个爱个跪咧呢。今日我是算讲我人平民化，不要紧。啊，拄到背忘你，唔得阁举回来查呢。伊即马是要搞，伊即马是啊。你敢那忘记大汉呢？吼、哦。一个人，你那是有限。好好好，有一天拍那嘛会拍死人，我咧弄恁娘门改门好。你这是讲啥？你他妈脚个会钝呢？我买个好像改掉，我来惊到啦。我是唔捌人配迄句啦。我平常心讲，你有你的才华，我介。嗯。艺人当台顶。甚至在电视综艺节目，我钦服你。那是讲以目前的艺人站在迄电视上，每一个高高的艺啊，是你袂歹。不是讲袂歹，我的人不是讲干那袂，干袂歹就无需要吃亏，都是实在太牛了。我不是讲干那普通，干那讲袂歹，大家嘛袂歹，对不对？袂歹有什么资格配干呢？我的人不是讲我，不是讲我的人在臭，都是因为太牛了，对吗？你主持人对不对？主持什么？当然要主持啊，对吗？我搁今日要唱歌，你知不知？唱歌不是讲大家要唱呢，我搁出唱片呢，唱片出到第三地啊啦，不是讲干那尔啦，演戏演了搁赞，不是安尼尔，搁做导演啊，你敢有法度？还是你去这边啊？这边不要紧啦，啊！你敢有法度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袂骗你，明年啊，你甲我探听看，听讲三民主义的课本要用我的面做封面。少年的讲唔对哦，那是生物的课本哦，根本是生物课本。第一页，人类最原始的长相。你们北京人哟。你讲这文啊？那是。你讲这个文，你要个你要个有啥物历史？你搁讲者。无，我是讲安尼就真多啊！你感觉三民主义的课本要换你？我是听人讲啦。要过有啥物货？我是听讲，拄仔南路最近咧听诶铜像啊。哦，你圆圈啊！来来，拢拆掉，就是要囥我诶铜像，囥遐。哦，要囥你。都南街当了一组啊，中安当了一组。我唔知啊，你囥遐无遗憾。我阁甲你提供一个资料。最好你是唔通用囥诶，啊唔通用柴用刀诶，啊是我叫人用其他草条砍。你要听规变十二咯，囥个中上顺，你知唔知？你动作啊，彩蛋要足样个安尼哦。前日讲我就正歹回。人都爱谦虚，你做导演，哦，你用过电影，你啥物电影？欸、我电影都唔知啊。你林北电影家己都无要看，我看你有啥物电影？哈？有拍过电影啦，记得当时啥物小哟？哈，啥物小？你听几个？年纪小呢？哦。记得当时小的时候，啊，不是啊，你水准的问题啦。我前摆唔爱讲这个物件吼，水准的问题，我前摆甲你讲安尼，你这个导演，你的片名何许长啊？讲出个做，跋筊人笨蛋都读袂煞，你敢不敢？买到像我这有无？囡仔王，足简单嘞，囡仔头王的囡仔王。是。你要看电影？唔捌听过呢。天下一大乐，对不对？啊！当时一般。当时看旧年过年啦，朱元平导的嘛，哎，水准问题差太济。水准，你的水准真高，你的合分作百。我问你，苏彦文对人？你是苏彦文对人？苏彦文跟我什么关系？你都根本这历史都唔知啊！你苏彦文是对人？好歹人啊！黄俊良导的就是苏彦文啊，苏彦文在做啊。你都唔知影历史伫遐，你也杀咧乱。不是咧，我唔免知，我唔免知历史，我嘛是活得真快乐。
你唔免栽培唔对，但是咱唔免搁当咩安尼配这个型的。你安尼是加赚人几元？你唱这个歌足好听。不是啊，这个歌是我诸葛亮啊，二十年前无爱唱的歌。我哋讲讲屁啊，无啥代志啊。大家福气，今仔听到这，大家有够衰气啦！即个今仔听到这块歌，恁爸也毋捌看唱歌，目镜挂咧共银的啊！你这个型的安尼，真正唱歌是你头上袂沾落屎，真轻松，真迄落。啊，你毋是敢若袂算？欸，等下唱唔知现金还是开票，迄落型的。伊即马是咧驾驶我，是毋是？欸，你即马是咧驾驶我吼？你即马甲我讲是毋是安尼着？欸，你敢若翕人翕了久？伊即马是正经咧驾驶我，是毋是啦？唔是你讲你讲一句着是毋是安尼着好？是毋是？你讲一句是毋是？平常时讲是啦。多谢。我靠呀！我今日靠，我今日才了解我唔对。多谢你，多谢多谢。你要靠我动作，你要跟人冤家？唔是我是先看卖啊你。对我的人唔惊人冤家，真我规身躯拢袂绑住，随绑随入面。恁爸唔免出来做，我出年点都吃咱呢，做事呢你听唔听？讲你啊可怜啊，你才有可怜呐、啊！你还佫当只话要安尼，着佫兼唱。恁爸干那讲着话要艰苦死啊，佫兼唱。对不对？好啦，紧唱唱啦，今年啊钱啦，你啊卡好，你要养爸。你讲安尼着我伤心吗？我当时捌领过钱。你即摆是咧讲我面？你即摆是讲我面？我讲你着敢若讲我啊？啊无唱唱去算账。我不是讲讲你讲我了，伊嘛是同款啊。好啦，都是签字安尼。唱唱的去签字啦，签一张白条啊。啊，安尼大家互相大家了解，你才有可怜。我这三立哦，应该不是三立录影大公司，三立救济院啦，可怜啦，他后边甲对我照甲明年过年，真诶啊，还好啊，大家有听到吗？啊，紧唱啦，你啰嗦啥话啦？好，我今麦这边唱这段，就是我第三段唱片，真正我无随便写，所以讲我这段歌唱落到底，大家听了哦，不，参加对个听袂落啦，哦，太配了，来拍破啊！再说一次爱我，用你那冷冷的眼。哦，搁一个啦。就在我们要分手的时候，再说一次爱我。用你那一吻的温柔，就在这不是时候的时候。过去我们曾有过不能实现的承诺，是对是错难以割舍，在我未来的岁月里，能不能留下什么？再说一次爱我，用你那一吻的温柔，就在这不适合的时候。